Yeah.
Ubaki patide dana dönüde kanat denedü yedü.首先，我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坛城的特色与
他的利益。一般谈成者的就是佛的净土。我们将来成佛的时候，就是会自然形成的一种净土，也可以说无量功，意思就是说它的形成的材料、规模以及功德是无可比量的本尊的功德的意思。我们看到的这个坛城是无量光佛或者是阿弥陀佛的坛城，这个中间的坛城的中间有一个红字，那个红字是阿弥陀佛的心咒的最后的嗡阿弥陀佛誓，这个誓字，这个誓字代表阿弥陀佛。然后坛城的四方都有四尊佛，东北有大树如来佛，南门有宝身如来佛，西门有无量光佛如来佛，北门有不空成就佛如来。虽然四尊佛都是无碍无别一体的，他们从救度众生的角度来说，都是救度众生的这个能力和力量是没有任何的区别，但是阿弥陀佛他曾经发过一个大愿，我来到五浊恶世救度六道众生，尤其是南山部洲的众生，所以我们跟阿弥陀佛有直接的缘分，所以我们每天要念阿弥陀佛的心咒，能观想阿弥陀佛与他的坛城，我们就能够投身来世投身为西方极乐世界。然后我们看到的这个漂亮的或者庄严的这个坛城，我们过一会儿就灭毁掉。那么这个道理，这个代表是无常的道理。无常指的就是从因缘而生，从因缘而灭。能够我们知道我们最爱的生命，我们最珍惜的生命，也是最终我们要离开自己的身体，离开这个世界，所以它代表死亡，生老病死苦，尤其是死亡是无法避免，一定要面对的意思。然后我们收拾完之后，这个坛城沙我们会给大家，都会给这个坛城沙，你们回到家后可以放在一个干净的地方，它可以消除掉人与非人的干涉，尤其是亡者投身净土不堕恶趣，是这个意思。然后最后我们可以发愿，以阿弥陀佛的加持而能够生生世世投身善趣，能接触到殊胜的佛法，跟着阿弥陀佛闻思修行，而早日解脱，早日成佛。谢谢大家。Thank you.
工程展示的类似的原因。师傅是我们这次我们团队的，这就是我们直播罗森里浦冈康村的管家，然后他今天代表康村，主要是祈愿师的主持，鉴定师和还有建车师在他们的护持下，然后以及这次弄坛城的时候护持的功德主，请他要首先讲几句话，首先给大家说一声扎西德勒。但是在那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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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那我觉得这是咱们解读要的，但是咱们在我的那么咱们的老土呀的呀，你看来我这个啊，不管刚才来的呀，就去当地的这些土著个点的点的，这里的就我们也没事，你按照各种类呀，你到我的不管刚才给流氓给操心的，啊，你没事也从这这些来当土著去干点其实的原因。他们几位师傅从印度能够来到美国起源寺，开这个师傅在这边讲三主要道的三天的法会，以及在这边弄阿弥陀佛的坛城，主要的因缘、主要的护持都来自于祈愿寺给我们出一份这样的邀请，主要是特别的，首先特别的感谢鉴定师。给我们寺院一个这么出身的机缘，同时呢也很感谢大家的参加及帮助，谢谢。今天送到我们那属于电脑的上面操作的明细给安的来就是几月三号正到我主任的呀安的那上当三万块这里接了也是安的明细给安的这边会有就去去去也是三万的是哪位接是再次要感谢的是师傅他们没有来美国之前他们都为师傅们在这些活动的时候以及师傅们在这边要住的都准备的非常的圆满，然后尤其是那个建筑师，我们这几位师傅要在美国行程是6个月，在这6个月的时候呢，我们大部分都住在本科会那边，然后住的6个月的住址就是建筑师傅帮我们准备，所以呢特别的要感谢两位师傅，然后在祈愿寺在这边的时候也是。道场里面自己都给我们拥有，然后师父说他代表印度普康康参的全体尊重，真诚的感谢两位师父。有理解，俺这里那么子上班的人都给那么上班了，本地里头的嘛，就在外地，他那旅游的呀，感谢感谢的呀，春节路上的呀，当卡拉当这些的，他们上班的呀，这些路上都有路上不是的，弄上都去去做啊。你康泉路呀，名字搞的，名字呢？康泉路新的表演的来着，中上，我就咱们的就是去学的。等到等到现在就看拍下去，咱们的，你按照那个年龄，明天咱们他们的，我自己老路接是就是现在是，你明天他们的呀，你可能我自己，你把我自己把家里的把路的康泉路路的呀，我到。
다리 주에 잡대 몸지 대결에 그린들 지구들에 어디서나 내가 무슨 돈이 좀 남기니 아니 발견이야 그래서 또 대신 대표 견디야 또 삼아대 맞지 욕들이 지기니 아니 넘어서들이 맞지 뒤진으로 남나자게 삼아들에 아무도 그렇지 중상에 내는 거 빠르죠 진짜 돈이야 도상적인 거 빠르게 잡고 장만 문제로 지지 디디 지도는 야고 도상적으로 디디에서 넘어서 삼에 뒤진으로 남기야 신디피아 대표 삼아래야 然后在弄坛城和已经三天的法会期间，大家都每天都给我们给师傅们供养吃的，然后已经在这个弄坛城的时候，很多人的帮助，捐款的名单呀，那些我们都留着，然后把这些名单，功德主的那些都会带到。寺院里面呢，印度寺院那边在很大的法会里面，在僧团的法会里面会念功德主的你们的名字。然后呢，在我们寺院的话，在一年当中有重要的一些法会，然后每个月都有不同的法会，在那个法会里面，我们都会为大家祈祷回向。然后我们能够做的，我们做僧众们做的也就是这些。然后主要是大家，你们功德主的那些，随喜的那些名字一一的，我们会把带到寺院里面，在僧团面前会念出来，然后他们会回向给大家。我的里头大部分人，那么在我的农区里呀，我都脱不下来，不是，是吧？我都脱不下来，都我的居民老百姓过来的下，这里有上当，行商家的，我都脱不动。这里有上当，我们这里农区竹林街啊，这个大菜吧，农区我这街啊，这个菜吧竹林街啊，这几个人呢，忙就的这些街头也上呢，热情度上很极度，积极的些，等下来年那么多，俺来年那么多准备，俺呢。长嘛，到的农村的我这节这个竹林节这个，但这些毛队的这些都呢，被马戏团和罗山节都过过着呀。我这些中山呢，俺可是那么说，家了这个就偏多，这里的中山呢，那你才把农村我这节这个推进了，经济发展可以解决他们的房屋的问题呢。那你这些人群就这个人，你这些我那些这些不搞这条路节呢，我那长大全部全在这上山的节，他们这种东西。尤其是上师在前三天开这个三主要道法会以及在讨论的时候，他们都感受到里面都学得非常的深奥啊，大家都学得很认真也很尽心，尤其是非常是在鉴定师傅的努力下，大家都给我们有一个这样学习的机会啊，你们也每天都在师傅这里学习，然后他们也非常的希望这样的讨论会以及学习佛法的这个正统的学习方式方法一直能够持续下去，这也就是我们尊者达赖喇嘛的一个人生当中一个最大的一个使命啊，使命。所以呢，我们一直把这个学习的方式方法能够持续下去，他们也是很大。然后其次呢，你们以后如果有机会能够来到印度那边啊朝圣呀，或者学习的有机会的话，都很欢迎来自我们普康康参啊，他们一定会大家各方面都会招待的很好的，会可以做到啊，说这样说。你等到农村，等到最近的时候来下子，对吧？你记得的，等到第等到上那节，你的下子的也经过几个的几次的，等到第三次的，等到都经过多久几个的，经过多久的才结束的呀？那农村的。建地书那么做的，那我做的呀，西蒙的几套地主啊，全当中就几套都靠大几，电脑也有些，手机那也有些，那么就电脑也有些。接下来呢，他们把这个仪轨做完了之后呢，然后师傅会给大家结缘这个沙子和哈达，然后大家一个一个的从台北那边走过来。这个大家谢谢。
现在呢，寺院要感谢两位师傅，要给师傅们上涌现一个好的先。各位长、学院的法师还有学院的居士，大家好。其实这次的因缘，说实在是我们的荣幸，我们的福报啊，能够有这么多位法师来到祈愿寺为我们说法。那我们也知道，就是祈愿寺有点像在佛法的边地，我们要找到好的道场、好的老师，并不那么容易。这样，所以我们这一次特别特别感谢，这么好的法师能够待在这边待了10天的时间哈。那你们从早上都下午晚上都有人来陆陆续续跟法师请法，这样。那我希望我们将来还是有这样子的因缘，你们能够继续来指导我们。好，我们在学佛的道上，我们没有办法自己就学会学通，一定要有你们指导。好，谢谢你们。谢谢。现在他们开始要诵经了啊，然后我的月光
Lord,
Oh.
Yeah.